在槟城想吃港式料理，千万别错过这家企业车技港风十足的茶餐厅，就位于主路海威旁边而已。现在他们的夜场终于开了。除了番茄猪骨包，他们的招牌是黑皮猪骨包，采用了最传统的 Guinness 黑啤酒和精选的猪骨烹制而成，熬煮18个小时，加上黑皮，太过瘾了。不喝熬膏的人不用怕，酒精蒸发掉时的麦香味是大众可以接受的。吃完肉可以加汤 add on 配料变火锅。来这里必点气爷永南煲，欧洲进口的羊肉超新鲜，配上腐乳酱简直绝配。热腾腾的羊腩包香浓入味，特别滋补养生，最重要的是没有羊骚味。羊腩包是可以一锅两吃的，吃完羊肉加汤加锅料还可以当火锅吃哦。汤包包括米饭和米粉，羊腩包配上米粉真的是一流啊。还有能壮阳养颜的羊骨髓哦，装在酒坛里的竟然是香醇浓郁又丝滑的奶茶咖啡系列，一定要 try。 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复古港式设计，加上霓虹灯，瞬间回到60年代的茶餐厅。每个角落都贴满港剧的海报挂牌等，二楼还有麻将壁纸壁画，到处都可以打卡。店里也会一直播放60、70年代的香港歌曲。晚上肚子饿又想吃热乎乎的一餐，记得来这里，这边也是 pet friendly 的哦。